一颗就是另外啦，另不一样就是树根就比较多一点点啦。啊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暗暗的地方啊？我就是它这个五颗龙啊，柬埔寨的五颗龙，看日出啊。哎呦，光的咩这样早起身，而且它的票啊，要拍照啊。如果你没有拍照嘞，我指那个照片对不到你的样子嘞，根本是不受承认的。我都不知道这么这样早来看日出，现在很热，走。讲真真的啦，这种日出啦。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看啊，这里啊过千了你知道吗，全部不要睡觉来这里看日出你知道吗，我觉得真是我不要讲这样大声，应该是有点点问题啊全部。哇，我跟你讲很离奇的东西啊，今天啊那月亮很亮你知道吧，原本要等日出的，日出啊太阳还没有出来啊，照得很亮你知道，你看整个地方。我从来没有看过月亮这样广了你知道吗，今天没有日出诶，全世界人都很失望哦。Yes， 终于拍到日出了，终于拍到日出了，真的很开心啊！世界遗产七大奇观啊，这个柬埔寨的这个地方超过千年的历史啊，很多人啊都是来到柬埔寨一定会来这个看这个日出的、啊，然后去拍一下里面的那种城堡啊、那种古典啊、那种屋子啊，给你们看一下噻，来走 ，Go。一乐波送出总值100000的体验发财金，然后无条件送你100块的体验发财金，请到以上的网址注册新会员，记得只限送1000位会员啊。然后这边呢应该是水池或者是游泳池啦，没有下雨的话，或者是经过这样多年的话，可能会有漏水之类的。所以这个、啊、七大奇观啊，世界遗产啊，跟这个万里长城类似一样的东西啊，做梦的吗？就是那石头一搞一搞，拿来不知道怎样贴上去啊。以前没有那种machine啊，吊机之类啊，所以是千多年前真的很厉害的，你自己看，不简单。OK 啦，现在已经在最高的地方了，然后暂时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拍一下给你们看。嗯，你看啊，这种古迹啊，就是过千年的历史啊，它已经放网了，因为避免啊，它那个脱落，那个石头脱落啊，掉在人家的头这边啊。以前的它的楼梯啊，就在墙壁那边罢了，没有扶手了，很短的，很短，很斜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特地做这个楼梯啊，让你们啊游客啊可以方便上下的。
里很多神像是没有偷啊。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很奇怪，我就问了导游，导游讲1992年之前呢、啊，因为他们真的是啊人民很穷啊，没有钱吃饭啊，他们砍了他的头，然后拿个头啊去卖啊，变一点钱啊，买饭吃啊，买其他东西啊，所以是真的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有些人真的是有收集古迹的东西啊，就很多神像都是没有偷哦。We color painted, but they also painted in red color after the cake is good.这个安哥瓦的小乌哥呢已经走完了了，我们要去安哥瓦大乌哥了了，走了，敬请期待我的 video。哇！今天的雨挺大的。柬埔寨的道地美食啊，这个是玉米的爆熟是吧？玉米啊，爆熟啊，嗯，好吃啊，真的好吃，好吃。所以你拿酱炒其实啊，这个吃也是不错，我不吃到，好吃。好不来呢？好不来豆浆呢？刚才那个就包说他掺那个椰糖啊糖啊还有椰炸啊都是有啊，然后这个就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黑罗麦了，看到吗，黑罗麦，我不确定是黑罗麦还是糙米啊，我这个好像有点点酒味哦，可是好吃。这个就是要一个薄薄的薄饼啊，然后包着那个糯米饭来的，里面还有点点糖啊椰渣啦，哇，全部弄起来都很好吃的啊，全部弄起来，哎呦，刚刚走完这个世界遗产啊，就看到这个国树啦，他们的柬埔寨国树，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在上面啊，不知道做什么东西啊，拿那种杖啊，那种椰树什么杖啊，我不懂什么东西啊，但是有卖哦，很奇怪哦，不是野花招啊，啊，上面有个人看到吗？不是野花招，我买来喝一下看，看什么味道。One，在左边看，不怕你的。OK。颜色呢，就有点像野花枣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野花枣啊，分分钟是、啊。熊糖
我也不是哦，这个甜啊，甜不甜？它甜，有点点那个酥的轻微，是说那个菜啊没有煮过那种轻微，有一点点，然后甜的，然后椰子味 mix 在一起啊，不是那个野发糟啊，因为野发糟好像要等到它发酵啊抽酸的。嗯，好喝。哇，这里的很肥很大只哎，他刚刚生完孩子。要近拍吗？拍拍拍，近啊，整个手抓会抢啊。哎，他也是喝我喝那个水耶 ，sick for 哎，他自己还偷偷喝。OK 了，已经来到大乌哥了了，这个就是比较大一点的，有整个范围啊，有9个 km 啊，有森林了，然后有庙了，然后这个塔呢，其实有54个神分的，54个塔就代表柬埔寨54个神分，但由于战争啊、打仗啊，就剩下25个塔罢了了。我们进去里面拍一下。太多人了，这里就是高棉的微笑了，最近距离了，其他的地方还有啊，顺便拍一下 video 给你们看一下，它真的是有微笑，好的。而且啊，他们的石头真的是一片一片啊，做成的了。去排队了。OK 啦，由于啊太早起身啊去看这个日出啦，在马来西亚前赛没有泰国咩，亚洲累到鬼样子，现在就买个可口可乐的 energy 啊，但是不是跟 Rip 不一样呢，我就不懂了，要提一下神哦。哇，我现在很精神了啊，很像刚刚睡饱样子哦。Energy 的可口可乐，然后这个庙呢，就是跟他们的年代的历史是一样的，但是它是起来啊、纪念这个婆罗门教的啦。我们进去里面拍一下。然后其实啊，这样多年的历史啊，它是啊，随着年龄啊，随着岁月啊，一直腐化，一直烂啊，日晒雨淋啊，一直烂的话，其实是中国政府。有这个互助，就是有帮助他们保护这个古迹的了，真的是不错。Then you want to get head out and then you look to the top.
有看到我的照片吗？这里呢就有个柬埔寨人，他想帮我们拍照，拍到很经典很丑的照片。起初呢我们就不相信了，他拍了两张过后我觉得哇怎么这样美了，所以你看到我们照片美不美？真的是很美嘞。然后我们转去另外一个地方来走 go。现在就来到那个 Tomb Raider， 有拍过一个 video 啦，一个电影啦，就是很大棵的树了，就是千年树了。由于要太多年了，1186年啦已经起了这个地方了，但是岁月的痕迹啊也是会损坏啊。印度有帮忙他们啊、建回去啦，有修补啦，但是他们要求一个东西，就是他们的王后啦就是要装在这边啦，放很多宝石啊，之后有人给。有一个政府啊，好像有给过一个政府挖走了那个宝石之类的。我们就去里拍一下，看那个千年树了。这里的树啊，很多都是很夸张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看啊。树根罢了啊，都这样呆落啊，很夸张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去拍千年树更大只。你看这棵树，哇，生在上面呢。不是开玩笑，全部都裂开了。然后我身后这棵树呢，就是你看它树根啊布满了啊，就是以前啊他们来的啊，其中的一幕主要的一幕啊就在这棵树了。看它树根，看在上面。只是树根罢了啊，就这样呆落啊，真的是不简单啊。这里就是那个那棵大树的里面呢、啊，其实里面是没有东西的，它的树只是在外面罢了了、啊。但是由于压制它，其他地方已经裂了啊，所以用这种铁枝来支撑啊，而且也是久了了。如果没有这种铁枝来支撑，应该倒下来了、啊。哇，然后走到另外一边啊，你自己看啊，树根啊。很像那种大蟒蛇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很夸张哎，好像卷上去。它这里的树真的是又大又有一点点奇怪，还会捞着啊这个屋子啊各建筑物来伤人啊。你看啊这个大树啊，它的根啊大到啊，弄到全部那种建筑物啊都倒下来了，所以用这种铁枝啊之后啦撑着它。撑到都歪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太重了。这里就是它的另外一个方向啦，你自己看啊，根本就不用看了，太过大了。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样大棵的树，这样大棵树根的话，麻烦 like 一下 share 一下，谢谢。也是 Tomb Raider 的其中一幕啦，这棵就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就是树根就比较多一点点了。其实这里的全部洞呢都是装宝石，就是纪念呢第七代国王的妈妈的，你知道吗？全部洞啊都是放满了宝石，但是过后呢就被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呢全部挖走了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你自己看啊，转一下看一下，还有上面。哇，不简单呢，全部都是宝石，但是被人家挖走了，太可惜了。然后这一颗就是另外一颗了，哇，也是很大颗啊。然后这个就像有点像两个腿一个屁股这样子。上图呢就是还没有修之前呢、啊，下图就已经是修好了了。大概都修了几年了，还在修着了。然后今天拍的书呢也是七七八八了，我们再转另外一个地方来走 go。新马最受欢迎的博彩娱乐网，上分下分仅需一分钟，博彩娱乐就选乐博，马上注册 LA 100可获得现金奖高达888，博彩娱乐就选乐博 LA 100。